纯真的年纪，他拥有冒险试错的机会。将来还无从定论吧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和你们失望。每一次坚定不移地去做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人生没有已经规划好的道路，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。不拒绝任何的可能性，我永远在学习的道路上。